你哋听住，有句说话，我早就想讲。天子系万民嘅主人，唔可以冇威仪。你哋同唔同意啊？冇咗威仪，又点奉宗庙社稷啊？你哋同唔同意？ 我哋嘅司徒大人作为朝廷嘅终身老臣子，你答先，你同唔同意？仲使问嘅，你梗系同意啦，系嘛？贼神董卓，狂妄，天子系先帝嘅嫡子，其实就系欺君犯上，神灵死不屈。唔服，我都唔服。拖晒出去打。董卓，你呢个千夫罪人！ 不得好死！你问都唔敢答我，忠王忠良啊，同唔同意？同唔同意啊？同意。同意。丞相英明，今上来若不能奉宗庙社稷，依趁刘王聪明好学。 感谢大家嚟到我贺寿，恕老夫直言，我哋四百年大汉王朝面对最危难嘅时候，刚刚侍奉咗六国君臣，又遭逢董察擅攻。菩萨，好可恨！呢个董察侮辱天子，亵渎后宫。 我等心，实在系令人肝肠寸断，呜呼哀哉！好，众阿门，大家为国举案嘅时候，你哋笑咩啊？你哋唔觉得好笑咩？你哋喺度喊。 可以喊死董卓咩？你嘈唔好睇嚟，在座嘅大丈夫、女人一样。